大家都知道，动物的营养方式大多以异养的方式生活，而植物的却可利用光合作用以自养的方式生活。动物与植物虽然营养方式不同，但在化学组成上却十分相近。目前已知的109种化学元素中，动植物体内已发现了60多种，但以碳、氢、氧、氮含量最多，占总量95%以上。矿物元素的含量较少，约占5%。构成动植物体化学元素并非都游离存在，绝大部分构成复杂的有机和无机化合物。因此，本次课程主要介绍动植物体化学组成与区别，为后期动物体营养成分的研究提供基础理论知识。首先介绍一、动物体营养组成的特点，主要由以下三部分进行讲解。一、动物体含量水分的特点。动物机体含水量在动物发育初期较高，随着动物体的生长发育，水分含量逐步降低，在胚胎时期可高达90%以上，而在成年动物时，一般含量却在50%至60%左右。动物机体不同的器官水分含量不一样，一般体组织大于肌肉组织，肌肉组织大于脂肪组织，脂肪组织大于骨骼和牙齿。二、动物机体有机物的特点。脂肪和蛋白质是动物体两种重要的有机物质。动物体内碳水化合物含量极少，在不同的生长阶段，其含量变化较大，如蛋白质，随年龄的增大，蛋白质含量下降，而脂肪的含量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，其增加量主要与水分的减少成正相关。碳水化合物以葡萄糖和糖原的形式存在于动物体内，含量很低，在1%以下。三、动物机体无机物的特点。无机物主要是多种矿物质元素组成的化合物。一、动物体含量最高的化合物是含磷、钙的化合物，含量在70%至80%。其他的无机物大部分参与酶的组成部分。二、动物体内灰分的含量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与动物的身材有关。一般动物机体越瘦，矿物质含量越高。以上便是动物机体的化学组成特点。下面介绍植物体内化学组成特点。一、在水分方面，植物体水分含量受到植物生长期的影响。植物整体水分含量随植物从幼龄至老熟逐渐减少。二、蛋白质和脂肪方面，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在不同种类植物间变异系数较大。油料作物、大豆、花生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都高于禾本科植物，而同一油料作物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低决定于生长期的环境，其颗粒越饱满，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肯定较高。三、在碳水化合物方面，与动物机体不同，碳水化合物是植物体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但不同类型碳水化合物在植物中不同部分含量差异较大。一般枳实和块根、块茎无氮浸出物的含量较高，而茎秆中粗纤维含量高。关于植物体内化学成分特点，就大概介绍到这。我们接下来根据元素种类
与含量等因素，介绍第三部分。通过将植物和水生动物体组成成分进行比较，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如下。一、元素含量的不同。动植物体内的元素种类基本相同，但数量差异比较大。动植物体内元素含量均以氧最多，碳氢次之，其他较少。但不同的是，植物中含钾高，含钠低，水生动物含钠高，钾低，而且水生动物含钙、磷高于植物。大家是不是马上有多吃鱼长得高的这种想法了呢？二、化合物组成种类不同。植物性饲料中均含有粗纤维，而水生动物体内则不含。植物性饲料中的粗蛋白包括众多的非蛋白蛋，而水生动物体内除蛋白质外，还有游离氨基酸、核酸和核苷酸等。在植物性饲料脂肪中，除中性脂肪与脂肪酸外，还有色素、蜡质和磷脂，其脂肪不饱和键多，硬度小。而在鱼体中，只有中性脂肪、脂肪酸和各种脂溶性维生素。在植物性饲料中，所含的无氮进出物主要是淀粉，而在水生动物体内的无氮进出物则仅有糖原和葡萄糖。可以看出，组成动植物的化合物类型差异较大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食用品种丰富的新鲜食物，获取更为全面的营养。三、化合物含量的差异主要分为以下几点。一、碳水化合物在植物性饲料中含量较高，约占 75%， 而水生动物体内的含量则较小，远远不及 1%。 二、蛋白质在植物性饲料中的含量波动范围大，即 1.4% 至 62.6%， 而在水生动物体内则变动较小。三、植物性饲料中的水分含量波动范围很大，即 5% 至 95%， 而在水生动物体内水分虽有变化，但变化比较恒定。四、植物性饲料中的粗灰分的含量变化波动范围大，而水生动物体内灰分变动范围小。好，同学们，以上便是动植物机体化学组成与成分差异。希望同学们在课后认真复习，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专业知识与生活中。Thank you.